白的。灰色吧，红色吧，绿色吧，黄色，紫色，灰，然后加蓝，是由灰色变红色，彩色吧。因为疫情嘛，家里有点事儿，年终的时候我又是失业，然后可能这一年对我来说白色的应该会多一些。在学校我发了论文，拿了国奖。2020年挺特殊的嘛，然后给我带来挺多惊喜，又挺多收获吧。刚升入研究生，然后有很多都是新鲜的事情，所以比较绿色，就像春天复苏那样感觉。我是小学老师，疫情我们的学生还是能够到学校里上课，所以我觉得很幸福，所以说我觉得还是红色。工作上这边有一些相应的进步，家里的老人可能前一些日子身体不是特别好，但是转到下半年的时候就是一定比较一个好的恢复，所以说可能是彩色形式会更切合我这里一点。我觉得2020年挺好的，虽然说我们遇到了疫情，但是我们国家能控制这么好，我们的人民能在这么安详的环境中生活，我特别感激。因为我们是刚留学回来嘛，在国外因为都只能待在家里嘛，所以给我感觉就是不太好，所以就是选灰色。一回来感觉哦，感觉还是跟以前那样，就是挺好的。上一个很好的学校，一个月读一本书，更多的是事业上。我顺利毕业，考研成功上，就带孩子出去旅游嘛，差不多实现了。健康快乐的生活嘛。我因为成绩不达标，也没有考上去，因为很多事耽误。看书的一些目标，实现了一部分吧。还是得到了一些回报的，算实现70%吧。现在也完成了，就是也毕业了。经过自己努力，成功上了首席梦，完成了目标。一开始好像很紧张，哎呀，觉得不能出去了，但是现在都实现了。对父母的话，其实就是更多的还是身体健康，然后朋友的话，就是也是希望就是能够常聚。对自己的话，就是感谢自己的付出吧，然后感谢旁边家人的支持和朋友们的帮助，一直在压力大的时候鼓励我。希望我妈妈能自私一点，就是能更爱自己一点，就是不要太操心我。希望家里面都顺顺利利的，生意越来越好。希望孩子们也都健康一点。希望在疫情下面，我们大家都要互相包容啊，互相理解，还是要积极向上。对身边的人，我就希望他们都幸幸福福、健健康康、平平安安、快快乐乐、整整齐齐的。啊，保持健康，健康最重要。上面红吗？红色，更加红红火火了。我喜欢绿。绿绿一片生机盎然，也很好。希望是橘黄色吧，黄色的。就我希望从年初一开始就可以非常的喜庆。想要更红一些，事业上肯定说还是要进步嘛。然后是个人问题上，就是想找一个男朋友。我们希望我们全世界这个疫情早点结束，大家都能够正常的生活工作，啊。学生们能够正常的上学。我希望我明年能重新把我的事业再做起来，然后孩子能考到他理想的学校。希望父母一直都能健健康康的吧。希望我和我家人都特别幸运，然后明年是有希望的一年。